家好，我是惠丽，我来自台湾。在加入美安之前呢，我在银行工作了14、15年，自己又经营了贸易事业4、5年左右的时间。好的，让我在我成为创业家之后呢，我最大的收获是懂得透过学习呢来调整自己的不足。因为呢，美安公司是在架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因为跟伙伴的合作的关系呢，需要不断的一直跟进，然后不断的来做沟通，以至于我在这样子过程当中呢，在我的个性上学到积极而不心急，然后对人跟人的互动呢，能够更深入的以及关怀以及赞美的部分以及感恩。所以呢，在这样子的还有个很棒的部分是在这样的系统上呢，更能够跟成功的人士来做学习，学习他们的思维，学习他们的心。然后来提升自己一个领导能力的部分。还有呢，另外更让我更想不到的意外的收获，在我的改变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孩子也在学习我们。在我的这样子的过程，孩子在耳濡目染的状况之下呢，他们自己会自己设定的目标，然后呢来很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这个跟他们的沟通也是非常的顺畅的。所以呢，在这个可能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常常所讲的，要以身作则来影响到我们周遭的人，这个就是我在生活上当中最大的收获的地方。当我拥有财富独立及时间自由的时候，这样的生活是我以前所没有办法想象的。以前在银行工作，虽然有固定的一些的收入，那但是没有时间来陪孩子。那我自己经营的贸易事业，虽然有赚了一些钱，那但是赔上了健康。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要拥有财富的独立以及时间的自由，还有健康的身体是非常的困难的。美安这个系统呢，可以让我们同时三个都是拥有的。那现在的生活呢，让我时间是我自己安排的，我可以随时回去陪父母亲，以及出游玩的时候呢是不用等假日的，以及在孩子的教育上呢，我可以呢利用寒暑假的时间让他们出国去进修，以及更高的眼界来看他们的一些未来的生活。那这样子的人格的教育上呢，是我以前所没有能力所能够达到的。那更棒的是呢，在我的信仰上呢，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来追求神的国度，这部分也给我实质上的能力以及实力的部分来照顾所需要的人。那尤其呢，现在的大环境之下呢，很多的孩子还有父母亲是需要帮助的。在美安这个系统下呢，能让我更多的时间呢，拥有更多的时间来帮助我身边所爱的人。那这样子系统的威力是让我现在的生活是让我所想象不到的。Shell.com 这样子的网站呢，实在是太有威力了。因为我们一旦加入这样子的一个Shell.com 这样子的一个生意当中，不但拥有我们台湾的 TWShell.com， 还有拥有澳洲、香港以及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的市场的部分。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呢，让我们非常的好跟朋友来做分享，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消费购物的商城的部分。再来呢，这个平台拥有很多很先进的一个工具，包括我们的每日一物也好，或者是降价追踪也好，还有很多的社区媒体的部分来跟我们的朋友来做连结，来做分享。那我们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呢，朋友很能够熟悉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这个平台所消费的这样的过程，一样也跟朋友来做分享，来做连结，让所有的朋友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呢转移在这个消费，进而呢能够然后来介绍这样子的一个生意，让他们来评估，以至于呢在这样子的商城里面让他们来评估这样的事业，跟我们一起来合作的部分。谢谢。Shell.com 这样子的一个电子商务平台呢，我们一般人在网络上买东西，它是没有忠诚度的，哪里便宜哪里买。那美安公司非常巧妙的把没有忠诚度的网际网络跟有忠诚度的人际网络打造一个消费通路，也就是整合行销的部分。我是非常的强烈，每一个人都要来评估这样子的一个潮联所事业的原因，大概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每个人都要消费，因为呢我们很辛苦的工作，绝大部分的呢都花在我们的消费当中。再来呢，每一个人一定要有危机意识。怎么说呢？像在我20几年前，我的第一份的那个收入的部分，大概在25000到28000。可是大家可想而知哦，现在的社会的年轻人的新鲜人出来社会工作的收入也大概这样子的一个收入的部分。我们不要说什么要过一个成家立业也好，25年来房价涨多少，物价涨多少，我们要自己要过有点品质的生活，都已经相当的挑战了。那这样美安这公司的这样子的一个超连锁这样子的事业呢，我们是兼职起步的，这样子的备胎呢，为什么我们是不备白不备呢？我会非常的鼓励我们所有周遭的朋友呢，一定要来评估这个美安超连锁事业。